我尽量不来弄出去啦，真有可能我会输。除了一边招角，那是去要放落去，无达到我就会赢哦。招角一直立起啊，放落去啊！我来向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白莲教的教主老福通。各位乡亲，信白莲教，大家将来才会当同享富贵，这是天意啦。因为弥勒已经降世来解救众生，你若愿意信仰白莲教，请对我啦。世道坎坷，人心惶惶，这牛卖百姓都忙忙来地乱动去了。阿弥陀，这鬼下之主，你奈我对老君去啊？将定三年，各有天性，多不懂不相为我。请问施主，你尊姓大名？民间真想要知影，你到底有什么宝物啊？在下王伯伯，去关中后，天英后，夜行难以同行，刘辉将相。在下陈友谅，百万的乡书将兵权，我出生世上官贵宦，每件必胜是我心愿，英明在世。在下朱元璋，天为罗帐，地为箭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也敢不敢重新退？恐怕战无一曲传。来来来，元璋。进去了，进去了啊！真是好泼妇，好泼妇啊！哈哈哈哈哈！
来是要创什么呀、啊？本来是要把咱掠去燕京做女工，啊，不过秀春，总算咱已经躲过一劫啊，你莫阁看我啦。嗯，对啦，暖娘姐啊，我实在拢想无呢。啊，咱即马既然甲脱险啊，啊，咱若唔紧转来咱故乡，啊，咱阁留踮咧这庙寺是要等什么呀、啊？秀春，我嘛是共工作兴趣的。啊，不过，咱阮的师傅有讲呢，咱查某囡仔人伫咧外面有足侪无方便的所在，哎，要遮大几工啊，伊讲要叫人送咱倒转去哦。哼，我正爱听伊阿伯讲的，什么师傅？迄、那个人为什么？伊逐天七早八早就爬起来啦，有遐死去官兵伫咧哦，安尼念经超度，伊永远都做未完的工课，伊哪安尼时间通好管来？丹妞娘跟王伯伯在那比武下阵，进来进来，小春，你看。你卖皮啊，好不？吃菜人面咧分家规个呢？嘿，你足唔相信我呢？本来就无多通相信的，三斤就四斤。安怎？臭头啊！安怎？你讲三钱要中四钱？哼，若要断，就去封尾啦。你唔相信哦？嗯。好，我笑你看，看人卖啦，你会老皮啦，买啦，你家边啊？哼，不可能的代。我下你看，哈、啊，有吧？掉了掉，哈哈哈！有啊，嘿嘿。头头红木菇，对中啊，对中的哎，太阳出香头哦，第三天是发大无发大，哎不，你唔通看臭头啊，无目地。你这个戆头戆脑臭鬼性，比手把我输你，下钱你也想要赢我？好，今天我就不跟你搁一样，免来了。啊！我的台语啊！大兄，你别冲动，你别走，别走，大兄，想呐。大施主，比武见机，何必就伤得好气的哈？哼，别走。大施主啊！我听讲，我们对的啦，千万唔通闹大事啊！哎，等你，等你，你对官腔啊，官腔啊！王仲舒，武艺超群，气怀六国，将来会是鼎寒之辈。过年你过奖，朱元璋，大敌六武，吉临天下。你若是陈友谅心怀大志，骁勇无敌，三位堪称怀才不遇，真是乱世出英雄。对了，公，你有啥物会到李冠兵的手头呢？冠兵趁金民夫开运河之际，四处乱掠民女，要送到京城当女噶。当然，我也无例外。那么，请教姑娘，你的尊贤方面，小女子。姑娘，走走走走，你看这个梦，我真叫我难受。我若不跟你讲，谁要来要来？你慢走，慢走，不要再冲动了。
范总书，咱拢是天涯沦落人，何必得将人所难呢？哼，那不是看你姑娘的面子上，我绝对不要聊的。啊，那你讲，我面子就太大了。啊，对啦，姑娘，啊，我未报答你刚在神房救命之恩啊。苦苦小子，好足挂气。对啦，大兄，迄天我叫阮兵追上时阵，加在是你及时上吊。这份温情，内面一定重报。哎，小看代志，那不是安尼，咱要来熟悉嘞？你讲对吗？两位壮士，听伊讲乌白之州七十位家伫个招兵买马，两位堪称少年英雄，为何咱去投伊之勇爷的麾下，共同推翻乌元？对啦，姑娘，你还袂甲我讲你的尊姓芳名啊？小女子名叫颜心莹，家住乌白之州林氏。好，给你。
人生是一个出家人，四海皆空。你来参加这事。陈和尚，我唔惊你是负生人，你若我敲到贼刀，我就爱你高头。来呀，敲！是是。你叫你的刚刚不够管不来的，我今晚的东哥通知我也感动，帮我小一点好个性，干！阿弥陀，王施主啊，健康啊，健康，你出去看，王施主到底是我。哎呦，我今晚在那偷听。王伯伯为什么要安尼做？王伯伯为什么要引入大兵？所以这还是一种精神，实在是一种素来浪漫。不用了，我来去救伊。但施主，你不会去啊？但施主，施主啊，施主啊，慢车，慢车，施主啊，你现在就出去，就是一事无补。叔啊，但是唔好啊啦，唔好，但是大条咧，出大条呀。好啊，哈，无论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都要去哦。真烦啊！啊，去到半路，去真烦啊！从我拍王伯伯，王伯伯一个无法度拍正人，伸手去，烦啊，给伊掠去啊！王伯伯这种下地狱的精神，确实是死人去。哼，阮表实在太苦，王伯伯真危险，我明天更死无救的。哼，陈施主啊！哎呦，等下吹掉啊！吹掉啊！阿公，你哪里来呀、啊？乖孙嘞，阿公公叫你别人的代志唔通插，你害阿公外面烦恼时，你敢知影？好代志哦，敢有心伤我啦？我安怎啦？好，阿公，阿公就放心啊。毕竟地位英勇，确实无畏无惧。这三姑娘，方得是三姑娘也不便久留落去。希望三姑娘赶紧离开方家时，也比较较安全啦。是啊，感谢四位照顾，阮就过时了。不敢不敢，三姑娘请起啊，来去。无安尼啊，我保恁出方家时，请。无了，陈少爷，娘娘，哎呦啊，就爱插人烟啊，输了，这个王孙女啊，好。啊。先帮光阴变造好事。好好。另外，草头了，搁带来创啥？行诶！江老师，啊，咱这个贵溪，敢有带一个叫做朱元璋的人？是主席。老汉叫做陈同啦，啊，元璋啊，因亲生老爸叫做朱七，啊，朱七就是我的囝婿。我算起来吼，元璋啊都是我的外孙啊，啊我今仔日是专工要来带阮外孙倒转来去的。既然陈施主这么关心你这个外孙，是安怎经过十几年才来找伊的？哎呀，老师啊，啊你讲吼是回头长啦，但我已经嘛找伊十多年啊，啊都拢无什么消息的，啊最近才探听讲元璋啊阮外孙来踮伫这个贵溪啊，老师啊。但是吼，在这个边阳关生起来吼，嘛是有头有面的莽撞呢。啊，我这个做阿公啊，佮袂使讲目睭金金，看我这个孙啊，大只咧出街吃菜，伫咧做和尚，我拢无你甲管。朱元璋，伊确实是唔是做和尚进去，而且在这个段时，要以应付使命。我再讲。伊啊，确实有需要一个人来甲栽培啊。好啊，安尼哦，哦，就是安尼。叔，你是讲，今我会去虐待着阮孙啊，是无？那安尼哦，我大心明明头前就抓互你听。哎、欸，我就抓。陈施主啊，啊，唔免啦，兵精一心全力。哦，那安尼，你都多谢老师傅，多谢老师傅。哦。我老师啊，你给我煮啊！
就是安尼要赶走。万江啊，你卖搁再卡，你卖搁再卡。前罪不用告了，当然你也应该出去窜天下了。叔啊，我拢伫咧红教室，嘛唔知阮老爸甲阮老母是啥，佮突然间佮补一个外公出来，要佮甲我娶倒去，我哪有做这么做事？我不爱。好，好，